啊，你那个给我，我先帮你收着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角落生物哎、欸。角落生物的书啊。是啊。哇，我两本了。妹妹，你去拿拿。我想说，玩具，我们不知道。还是用力拆掉，比较好。玩具，我现在喜欢角落。我随便，可以当书签放着、哦，这个也是书签。好，边拍。看得出来吗？哎，看到上面的。手机。不是你打开，你打开。手机。然后呢？哦，什么好好哦！哎、欸，我也有一只，哎、欸，我也是这只。你开呀、啊，你开呀、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什么。哎、欸，不要破梗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这样看你就知道？啊，我很牛，我讲啊！哎，不要破梗啊！不要破梗啊！不要破梗，不要破梗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只有很小的一个，我老师有说。一个很小的什么？破梗，破梗，不要说你这种。猜了三成。好，谢谢哥哥，谢谢轩轩。对。